今天是我第一次登山，嗨，然后跟了一群智障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台中大坑几号？5-1。我现在突然觉得我有点累，我先回去了啊。我怎么来？我觉得我的大腿突然觉得有点无力。刚刚虽然不到30秒，还是我就在这里拍完就下去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正式的开始大坑步道的特色，就是不断的一直上楼梯。太久没运动了，是不是要拉个筋？你看每个人在那边公司夸张。等一下，太太，你不知道登百岳吗？哎，我要下去了。太假。这个断直的。有4厘米的东西。不会，因为你现在一直在一直在爬楼梯，我现在照一下楼梯啊，有没有？都是楼梯。他说他最爱楼梯了。对啊，昨天说没有楼梯你就爬不动了啦。坐下来了，肚子痛。这个人刚刚他很活跃哎，接着。看起来比较好一点，哦，好很多啊！我可是女生肩膀。我又爬了10分钟，我就觉得我要死了。我们现在已经爬了400公尺了。为什么我要坐？为什么？这阿婆在看，我在说。人家以为你还在坐着，没有，这他换第三个地方坐了。干嘛？不要在身上这样子乱叫。对不起，怎么那么累啊？我决定我下次还是在店里拍照就好了。这又有阶梯了，我已经坐了大概有4次了吧。太累了，太累了，而且最讨厌就是爬阶梯。他说他最爱楼梯了。对啊，昨天说没有楼梯你不爬。来健行的奥，你会觉得我们这群超奇怪的。去，我看一下螺蛳粉有多大，高级螺蛳粉。这么大包的螺蛳粉，这么小，你不要放弃，我没有放弃 ，OK， 我不是要下去了吗？做了5次，我不是已经爬完了？你可能那些蛮好看的，那些穿我身上，那也是啊，你去洗。我怎么过分的在人家店里大喊说，真的是都没有好看的鞋。不好意思，继续爬了，要爬坡了啦，怎么这么多阶梯啊？他说他最爱楼梯了。对啊，昨天说没有楼梯你不爬。怎么样，各位感觉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漂亮哎，是不是很有成就感？你看我刚刚就跟你们说了，就跟你们说了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再休息了，很快就到了，有点体力 OK。是谁说要爬山了？你看看你们，都几岁的人了，那体力要练好一点。怎么这么远？还是你要在这里煮？他现在应该还没有饿吧？他现在问你说，要在这边煮，因为他要放弃。我是这种人吗？你是。小白坐坐，哎呀，好快哦！不要，他吃肉干了，不行啊，吃就会死亡。没塞纳，也不行啊。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。我们终于要登到什么哪里？要去哪都不知道。我们一爬山只有两个女生，一个男生，三笑我们，笑我们，笑我们干嘛？怎么可能那么久还在这边？他们休息太久了吧？关他屁事啊！跟我下去，看你的 G63撞他！最后了，最后了！这有摄影机开着，人就很有活力耶。你看是不是？要死不活，他好奇怪啊！听到了，终于来看一下。我最近都新竹的啦，嗨，登山成功，你要跟我一起。上次王美都是来上面脱掉了，没有啊，他是一直都是这样。去哪？太险了！啊！超近！啊！真的假的？
冷的，其实。我还是不去。有吗？可以吗？我们现在要在这边煮泡面，登顶的午餐。好没有感情的。对。今天来这个第一次这样爬山，真的好玩呢啊！我们在大陆时候呢，那个山啊都没有什么高的，我觉得今天特别的高，特别的高嘞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你大陆心啊？我外拍，我外拍呢，我喜欢台湾啦，我现在已经入籍台湾，我现在身份证都是台湾的。喂，我在山上啦，进山头啊。你现在很幸运可以找到我，帮我定位，有位置当然可以啊，叠在一起坐都 OK。对啦，婉萍姐打来的，看怎么不招待？我把自己拿到桌上。这样子够软吗？不行，当然不行啦、啊，还要加水吗？嗯。我闻到酸爽味，是不是？想出口水。你有谁说那么小的锅子煮不了，煮不了螺蛳粉？真的很困难，那么小锅子还可以。这个很危险。有志者自己有志者自己反了。你们原谅我国文造诣不好，因为我 A B C。成功！嗯，真的好惬意哦，下次还要再来爬山。不要这个样子，你要爬一半又要休息，对不对？我有点累，我先回去了啊。为什么我又坐着了？怎么那么累？我们现在下山了。你不要讲我的真名啊 ，Pin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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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哎，Pink，Pink。现在有什么感觉？我现在感觉我真的很成功，原来当成功人是如此的简单呐、啊！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爬的超级简单。严凯泰说过，如果你连你的吃都没有办法控制的话，你还能成什么大事？你在说我吗？马上镜头转我自己。你让这世界上的人都充满了希望。希望是不是，我都能爬到了，谁不行？我们武术界的洪金宝大哥嘞，真的，哎，动感动感，来一段热舞热舞。再见。下次再去爬别的山了，要跟大家说拜拜吗？拜拜，拜拜，下次见喽！两百年后，两百年。嗯，这群人在拉屎。